妙公老和尚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即摆咱来研讨《弥陀经》要解，完全是用讲演的方式。这是《外公经》第一次的详细啊，咱离开经本啦、也离开讲义啊，主要啊，是因为咱时间真短。要伫短短的时间当中，讲敖耀大师注解的经义、精华，你是咱修学净土同修必须爱知影，咱拢将伊报告出来。头前呢，咱看到六方佛。六方佛用表法的方式来观察啦，这第一般的注解内面拢无的，高地注解内面也无的，也咱详细甲观察呢，诸佛的名号啊，确确实实。有含真深的意思，绝对讲毋是随便提出非尊佛的名字，这毋免叮当啊，我甲头前就好啊。实际上呢，伊是。啊，毋是啦，甲这念佛人对初发心到完成佛道，一生修行成就的历程宗旨，就亲像《华严经》最后的一段。最后一品啦，你发戒品五十三参的迄个意思是同款，也咱安尼看法，这个经文就足有趣味咯。像这个《楞严经》内面二十五圆通，《华严经》有五十三参，《弥陀经》内面有六方诸佛。这是咱唔会用哩，唔知影。念佛度众生，帮助众生，众生接受佛的帮助，这个其中啊，确实啊有难易千亲。然而千亲嘛，总在缘分，所以佛法非常重视缘，缘之所在呀，稳得红亲嘛。种种教学的启发，若是有缘呐，就会乎大众。欢喜信修，会乎众生触动伊俗世的善根，就像《弥陀经》里讲的善根福德因缘。这善根福德因缘不是一生的，是累劫所修啊，令无障万里。
这是实实在在。啊，我去到每一个所在咧，拢会拄着有一寡同修来甲我讲，伊有真侪个障碍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看到一寡无清洁的物件，拄到真侪恐怖的代志，有当时啊伫咧念佛当中，有当时啊是咧梦中，啊伫咧梦中什么，是用作恶梦啊！啊，这拢是属于障碍。这妖魔鬼怪有无呢？确实是有啊！啊，这个物件伫宇宙之间。无道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啊，既然咱肯定有六道的存在，有十法界的存在，啊，遐个妖魔鬼怪的代志，当然也会存在。妖魔鬼怪要找咱的麻烦呐、啊，注意啊，知影，遐唔是五年呢。亲像这个世间，也有一寡歹人，伊要来找人的麻烦，也要甲迄个人有缘呐、啊。那无缘，无缘无故，伊是袂找麻烦呢。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一定爱知影。但无量劫来，甲一切众生结的缘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啊，这个善缘呢，好缘呐、啊。也咱无论啊，是诶，说法出说法内面，会去拄着真侪人帮助咱啊，成就咱。如果是咱甲人结的恶缘呐，这个恶缘的众生，伊就会来找麻烦咯，就会来障碍咱啦。说出世间事，拢无例外，拢无例外。佫是真正念佛的人，念佛人心地真诚啊，心地清净，心地慈悲啊。就算讲有恶言，伊嘛会专心，也会将这个不好的念头，会当佮降服啊，会当佮转移。甚至有呢，看到这个修行的人，伊也会欢喜赞叹，也唔敢念麻烦啦。何况真正念佛的人，即几天我甲诸位也有相当的详细报告，一定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有护法善神来保庇啊！啊，即个魔障啊，袂当接近。也那是安尼，会当帮助咱啊。善家所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无定着动手，感觉真奇怪。因咱也毋是参禅，哪会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呢？呀，主要知影，凡夫啊，所以未悟啊，所以未当见性啊，是因为你有障碍啊。这是经中常讲的，你有烦恼障，你有所知障，有这的障碍障条的路，你的心性透未出来啊。参禅呢，是福。断这些障碍，念佛的方法呢，甲参禅无同款，但是功夫是拢同款，也是啊，福断障碍啊，念佛念到随心不乱，见思烦恼就断了啊，念到离心不乱呢，就分破无明，甲禅宗讲的这个见性的。境界啊，无离无别啊，所以任何一个法门，讲到功夫成就啊，拢是同款啊。这个咱爱知影，
诸佛如来原本拢是对法身变现出来，法身是离体，咱现代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本体啊，宇宙万物的本体，啊，咱佛法里面就该叫做法身啊，佛的报身、应身、化身，拢是对法身变化出来。也发心呢，咱的发心跟佛的发心无离无别，这是所谓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啊，未当细讲，那详细讲要费真长的时间啊，这就是讲这个缘分啊，佛家。一切众生有真深的缘分，所以世间甲出世间法拢不可思议。唔呐，讲是咱伫这部经内面看到世尊所说的种种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阿弥陀佛啦、啊，这是咱最向往的。是咱仰慕的，希望将来会当去追随伊，因此咱对伊的认识就都爱特别的加强啊。佛在真侪经论内面拢有讲，阿弥陀佛是法界众生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就亲像这是对理想讲的，对想象讲的。世尊在无量寿经里甲咱讲，阿弥陀佛是光中结尊，佛中之王啊，这是对解想象讲，讲这个法界中啊，是对理想讲啊，对体相讲的呀。对这个开导的中间，咱就会当真正的体会到一念一切念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尊佛，就是定无念一切佛，这个定无啊，拢讲到真勉强呀。实在讲呢，未当用定无，就是念一切诸佛。哪里叫做定无呢？定无也差一点啊。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一切诸佛。生极乐世界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。因为极乐世界是总土啊。阿弥陀佛是法界众生啊，所以的一生一切生，原来真正对这个事实真相，会当有一寡认识，原来对于这个法门啊，一定会悉心大地一门深入，然后。信愿啊，持经的利益，咱才会真正的明白咯。就亲像佛在本经内面劝咱的啊，劝信佛说：闻经修持，闻诸佛名，你就为诸佛之所护念，该得不提菩提。这拢是。释迦牟尼佛伫经文甲咱讲个，所以咱一定爱相信佛讲个，爱相信诸佛所说。呀，这部经伊个特色
是显示出无上的心要，灵念的心，那灵念或者心是真心。虽然咱常讲，咱是凡夫，烦恼无断啊，梦想无断啊，用的拢是妄心。妄心打妄想是浮妄，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是浮妄。这个妄心念阿弥陀佛可不是浮妄啊！啊，这真正不可思议。因为阿弥陀佛那是真实的啊，绝对啊不是浮妄啊。咱这个妄心嘛，攀缘阿弥陀佛，这个妄心也变作真心了。真妄原本是不离啊，这是怎样转妄心成真心啊？最好的一个方法，经中所讲的诸佛的名利啊，实际上都是专指弥陀名号。弥陀名号都是诸佛的名利，这就是跟头前所讲的啊。阿弥陀佛是法界众生啊，意思是同款的。所以呢，这部经也为咱圆满显示究竟的德能。第九经正不最德，断究竟正解脱德，就用信愿持名这个方法，就会当将地德断德修个圆满。断是断烦恼，断见思烦恼，断定杀烦恼，断无明烦恼。你会当烦恼断一分，本性内面智慧就显露一分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西方三圣，阿弥陀佛边啊是观音世子，啊，观音表慈悲啊，世子表智慧啊。选择这个法门，是至高无上的智慧。用这个法门，自行化他，就是观世音菩萨圆满的大慈大悲。大本经讲的，若不往舍修福慧，无处净化不灵闻，已经钦奉诸如来果地因缘闻此义啊！而且无量寿经末后咧，这首偈讲甲真好啊！愿咱有缘，愿咱有福，过去生中累劫所修的福慧，诸佛如来度众生第一的法门，咱会当度到，会当信受奉行，这个是真正是亲像古德所讲的，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日，咱今仔日度到了。尤其这么多的动手，我们在这会当中，你想啊，这是多少年啊，难能可贵啊。所以机缘啊，一定要加起去掌握，绝对不能让这生空过。知道世间一切万事万法都是无常的，就亲像金刚经上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！什么叫做有为法呢？
白话明文内面就讲甲真清楚，列甲真清楚。天亲菩萨将一切诸法归纳做一百大类，除了最后六类啊，讲无为法以外，其他的拢总是有为法。你看这个八识、五十一心所，拢是啊属于有为法，也就是说明咱今仔日所讲的色法、物质、心法、精神，心法加色法拢是有为法。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啊，是无常的，唔是真实的。这个要认识清楚，一切无常是无真实的，唔免去计较，唔免加藏在心内。真相永远不灭的是弥陀名号啊！弥陀名号是咱家己的真如本性啊，性德的名号啊。所以咱一心持名，会当明心见性。会当不提菩提，道理就伫即地，所以念佛要紧啊，其他的代志拢无要紧啊，拢唔是要紧的代志啊。这是咱爱认识清楚啊，爱认真努力的呀。即、这个念佛啊，爱专精，这点啊真重要。这几天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。地藏菩萨《检察经》内面有几句话讲得真好，伊讲杂心啊，乱心念菩萨的名号，这个未当甲称作是智慧，未当称为智慧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虽然念佛菩萨名号，心内面呐、无决定性，无真正的信解，有好处无？好处是有啊，无大、啊。会当得世间的福报，不能得公大的利益。这个公大的利益啊，是念佛救生净土啊。这个咱爱知影，这是菩萨慈悲教导咱。这个清明啊，内面一定有心信切愿啊。对于出土他方，出土是咱现前生活环境，他方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该了如清如好。为什么呢？伊会当清解，你的信心就清净了，坚定了，愿心嘛就恳切了，这是必定的生的原因。那念佛呢？在功夫来讲，咱常听的讲的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甲禅宗所讲的一心三昧。一向三昧是属于同一个境界，可是伫方法来讲呢，净宗的方法比禅宗的方法方便、容易，
种研究啊，啊，而且修学稳当啊，啊，想个米老真容易中毛啊，修习修化不如化，真正是妖魔鬼怪侵入，迄、那个啊真麻烦咯、哦。静中心地清净，真诚一心持名，因为有诸佛护念。啊，这是邪魔真无容易侵犯的。念佛人啊，嘛有中魔的，是什么代志呢？我捌去拄着啊。呀，我第一句话就问伊讲：“你是不是真欢喜、心痛感应呢？”哎，伊真欢喜啊，这就是啊中魔的原因啊。假意心痛感应啊，伊的心未清净，心无真诚，真诚心、清净心，一心专念，伊心内也是假意心痛，也是假意感应，也个假意妖魔鬼怪啊！呀，伊啊，中魔是应该啊，啊，唔是佛弟啊，经常讲啊，讲的这个不如法，是你做错了。这个啊，拢必须要知影，因为啊，惹到这个麻烦，那想要恢复正常，相当不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必须会向你防范。现在这个代志，伫咱本省，甚至讲伫外国，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，咱去的时阵，拢会拄到啊！啊，真不幸的代志啊！啊，因此，就算讲有感应，这念佛感应是有的啊，啊，有这感应，唔通心怀疑心，唔通认为讲，我的功夫袂歹咯，我已经看到神，看到鬼咯，看神咧，看鬼有啥物稀罕呢？这一个心欢喜啊，麻烦就来咯，你就去中了魔的计咯，拄到这个境界。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啊！爱修到这个原则啊！佛在楞严经内面教咱的嘛是这意思，境界现前，卖去差别，根本都卖去差别，这是好境界啊！一个去差别啊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伫咱用功境界啊，是一定会有的，也唔通甲人讲，无啥物通好甲人讲的所在。甲人讲目的伫倒位，点家己啊！我有境界，你拢无，我比你较强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心底就袂清净，好性啊，内面贪嗔痴慢拢总拢起来。啊，这个烦恼就是啊，跟魔打交道。啊，来有烦恼，外面魔甲烦恼啊，一个勾结，这会害你啊，这会障碍你啊。你内心清净，外面虽然有魔，未当侵害，都、就是种种的事现呢。咱也一概卖去插，也唔通甲别人讲，也无这个讲的必要啊。呀，咱伫个净土传记内面看到。东晋时代，庐山完工大师往生的时阵，伊就讲，一生当中看到三摆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无甲人讲。啊，往生迄个时阵，一个境界阁现前咯，伊才讲出来，伊讲我要来去咯，回来接应我。啊，平常时无咧讲呀，啊，这是正确的。心内有主宰啊，心内有定功，未为境界所乱，这叫做一心，这叫做念佛三昧啊。所以这念佛的标准本来就是安尼啊。佛度众生，佛
心啊是真诚的，啊，佛心是清净的，佛心是平等的，就亲像《无量寿经》经题所讲的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佛心啊。因此，佛对一切众生，无讲啊，对这个人较好，对迄个人较唔好，迄是凡夫心啊，迄就无平等了。佛心平等啊，无万亲，佛心清净啊，所以伊无批观啊。呀，咱一般人伫咧做代志，尤其是中年以上。做几点钟就忝咯，就夜闲咯，主要休困咯。啊，为什么会闲呢？不清净啊，心内有污染。哎呀，愈是严重的污染，就愈容易夜闲。如果心底真清净，就不疲不厌。也咱读普贤行愿品，你看普贤菩萨圆圆拢是无有疲厌，因为心无有疲厌，伊清净平等啊，心净清净是作力无作啊，无作力作，伊就袂亚闲咯。咱总是想讲，哎呦，我做足侪代志，做几落点钟咯，应该亚闲咯，迄就亚闲咯。亚夫菩萨作力无作，无做啊。一天做到晚上都没做啊，没事情啊，他怎么会亚仙呢？他就不亚仙了。所以呢，一切法从心上生，没错啊。心内想什么啊，就变现什么。啊，这是啊，咱应该爱学习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，如何来教众生，帮助众生感悟啊？帮助众生明白有着人生的真相啊！以这个心念念是这种的心念啊，绝对无为家己，凡夫之所以变作凡夫，未当成佛。凡夫起心动念，拢是为家己，啊，这个就害了。六道轮回就是安尼来啊！只要念念也在想家己，超越轮回就困难了。要咱念佛往生净土，就欢喜超法门啊！啊，诸位这几天听了，一定啊真正欢喜了，咱可以行超了，可以这一生解决问题了。可是你也记得，你的心量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如果念念还是为家己，恐惊到临命终的时候不能超，那个时候不能过说经不灵了，法师啊说错了，法师没错啊，经也真灵，是你家己错会的意思，心量一定要大。啊，心量大，将这个轮回界限化掉了，无了，化解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力量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六道轮回就亲像城墙共款啊，这个心量啊，会当解融化，啊，将界限啊突破了，无了，所以这个心啊，一定爱大，念念为众生，唔通为家己。这个资本经本，你看后面印的是赠送品，免费结缘，这个心量就大了。如果后面印着版权所有，欢迎必求就完了。你这一生，从这个佛法印到遍满地球，你就未当往生，你就未当超越轮回。为什么呢？你的心量太衰了。啊，未当啊！你的众生，我因啊上众生啊，上众生，你是有所为而为啊！你的心量衰啊！什么叫做有所为而为呢？我啊，修好
听讲修好将来会得福报啊，是为了将来要得到大福报才来修福啊。你看你这个我无下去啊，你有坚固的这个接触地啊，或者是我修福可以得到大名声，社会人对我尊敬，对我赞叹，我真应邀，这嘛是有所为而为啊。或者是比这更加好一点的一个念头啊，我做这个功德，将来我可以往生，我可以成佛，这是为来生着想啊。啊，这个想法比头前这两个有较好一点啊。啊，如果讲是修其他法门啊，未当出三界。啊，修这个法门也算讲未歹，有所为利为也会当往生啊。是去倒位呢？反省当基础啊，品味无悬呐。啊，如果这个心带的法智，念念拢想着一切众生的利益，啊，你往生绝对不是反省当基础啊。你的心量大，大心啊，就是菩提心，大心就是菩萨啦、啊。你的品味就悬咯，品味悬呐，生活的时间。熟地咯，啊，进步就紧咯，这是啊，袂用你唔知呀。所以咱往往看到真侪即个印刷品的当中，看到即个心量真细，我即个讲经嘛，常常讲，无听注意对录音带里听到，人主上我。我头一下就看什么物件，看板关押，我无看别项。如果看到板关押顶面啊，是这个板关所有啊，一本书我无爱看咯。我为什么无爱看呢？我袂浪费时间，因为伊的心量真细啊，伊写个更加好，也不出迄个范围啊，伊心量真细啊，迄个物件无值得看。无需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所以我看这个版权页后面是啊，欢迎欢迎啊，无版权啊，这个我真欢喜看，我一定会对头到尾甲看完。后面啊印着版权所有，我袂甲看。这是说明咱学佛应该念念爱学佛菩萨。学佛菩萨，学佛菩萨以大慈悲心，大慈就是无条件，当体大悲，无言大慈啊，无言是无条件去帮助人，去利益众生。流通分内面第二段是劝愿，头前六方佛是劝信。这个所在是劝愿，抓的是劝愿。经文上所讲，舍利弗，若有众生依法愿，一直到文佛所说作礼离去，一直到本经的结束。啊，这内面就是啊劝愿。啊，这个经内面甲咱讲啊真清楚，已经发愿呢，已经往生。啊，现在发愿呢，今生发愿呢。今生也得生了，当法官是讲将来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当时啊讲这个经的时阵，伊法官，佛无讲这个经以前，十方诸佛早就讲了，往生西方世界的人，唔知有偌济人。弥陀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，啊，今法愿呢是听到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，法愿往生，拢有去往生呀。当法愿呢是讲释迦牟尼佛以后，包括咱现在人，也咱现在有缘闻到弥陀名号。有缘读到弥陀的经典，咱灵性灵愿定有佛的这块，甲咱修记。
同生你必定得生。所以我对于这个修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非常肯定，绝对得生。所以有真多同修来问我讲：“法师啊，你是不是啊有一寡感应啊？啊，你是不是有神通啊？你哪会知影讲你会往生呢？啊，你哪会讲到遐尼肯定呢？”我就老实甲伊讲，因为我已经摕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保证书啊，一定会往生咯。保证书伫倒位呢？呀，你每一个人手里拢摕一本啊，这个经道是保证书啊。只要你愈高修行，无一个未往生的啊。啊，经典都是保证书啊。啊，恁的心愿改行啊，完全照着经上去做。你讲哪有讲未往生呢？这是保证书，非常可靠的保证书啊。也咱大家拢摕到了。呀，这部经呢，世尊三拜啊，劝愿就伫个咱这本经里啊，第八十面第一行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这是第一拜。呀，第二拜第九十四面倒算第二行啊。若有众生闻其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啊，第三拜啊，第一百十一面，啊，一百十一面，倒算第二行。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土。啊，三拜劝愿呐，劝难往生啊。当时伫一百空八面尾后的一行，咱阁看到一句。路定该当信受五谷及诸佛所说，也即句话是劝信啦。你看，一拜劝信，三拜劝愿，或真正是苦口婆心嘛？啊，你伫咧困难，咱也个天公无听到，哪会当对得起佛呢？啊，所以对这经文顶面，咱看到释迦牟尼佛。悲心困切啦、啊，不厌其烦啦、啊，一二三，三二四的更勉难。也咱那无真正的发心求生净土，会使讲辜负佛恩大乐。愿在中观节里。啊！以四弘，四弘誓愿的佛法是总纲领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归纳起来也未当超过四弘誓愿。所以四弘誓愿是每一个佛弟子经常爱念的啊。这个念念都爱发，伊那无发。这个念是无路用，有口无心无路用啊！一定爱念啊，爱发啦啊，爱真正发这个愿，这个愿呐、啊，就是经常讲的无上菩提心。菩提是觉悟，真正觉悟，彻底的觉悟了，觉悟的人啊！迄、那个心内面啊，就是这个款式。第一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伫净宗法门内面讲啊，这两愿是愿意离开娑婆世界。法门无量誓愿学。
佛陀无上誓愿行，啊，这两愿是寻求极乐啊。然后，大师在注解内面特别强调这两字，一个是愿，一个是信，信是欢喜啊。你一定啊，愿去娑婆世界，你才一心向往极乐世界。这心愿之心虽然是欢喜，可是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绝对的因素。哇，一句话讲。沙婆世界无一丝毫可以留恋的，如果啊留恋沙婆世界，唔甘咧离开西方极乐世界，至少伫这一生当中无分啦，你袂当往生。一生的念佛修行，只是甲西方极乐世界结一拜的善缘，这一生袂当有结果。啊，诸位也爱知影，无结果麻烦真大咯。无结果，咱这一生当中一定是岁月流转啊，穷家生天啊，搁都爱去六道轮回咯。这一个去六道轮回，也都爱去到倒一生倒一世。会搁再拄到这法门，真无容易啊！绝对唔是这一生袂当成就，来生我就阁继续来修啦。这个话讲了好听啊，事实啊唔是安尼生啊。来生啊，无一定会拄到这个法门啊，来生你也无一定会得到人心啊，无一定会拄到佛法。所以对人生如何发足困难的啊，这个佛的经上讲了讲真多了，真正不容易啊。这个机缘啊，咱知影难得，咱才真正倾重这个机缘，好好啊，甲抓回掉。